时代运转，吃出健康，好运跟你转。我是王琦，我是雷蓉。哇，暑假快结束了耶。对啊，不知道小朋友玩够了没有？那你看旁边有这么多的小朋友，对，爸爸妈妈还没带小朋友出去玩的，赶快带哟。对对对，不过有一个现象我是比较担心一点的，就是很多小朋友因为父母没有空带他们出去走呢，他们就每天沉溺在电脑前面，哈，每天就在 online 这样子，实在是太不好了，那个眼睛都很容易会受到伤害。是、哦、是，所以呢，有空呢，跟我们青山绿水，哇，啊，这样子出来玩一玩，让小朋友也见识到大地。嗯，而且往山上走也很棒哦，我们可以看看不一样，平常在都市看不到的植物啊，在都市看不到的动物啊，然后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，对不对？增广见闻。对，让小朋友在不用在自然课本里面看到了，就在大地里面就可以让你看到了。嗯，就像是为什么这个鱼会一直咬我们的脚呢？这鱼就叫温泉鱼，那它咬我们的脚呢，就是咬我们那个皮肤上面的一些角质层。对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痒，我们在录节目也会一直很想笑。讲真的，我还没有来这边之前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哪有什么温泉鱼咬脚胶的，我根本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人真的要多往外面走，然后才能充实我们的知识。对。那除了充实知识以外呢，更拿吃的健康。是的，来去找黄师傅，瘦健康厨房，走喽。瘦健康厨房，欢迎黄师傅。嗨，王琦，你好。黄师傅好。我这边大家好。在每一次豪雨过后以及台风啊，我们这个蔬果啊都会水涨船高啊，价钱哦。然后呢，没有办法，是因为收成量减少的关系。洪师傅非常的用心哦，替我们观众朋友设想到，因为呢，因为价钱太贵了，对，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设计一些比较经济又实惠的蔬菜，对，哦，所以叫我们叫经济大作战，是帮观众朋友节省荷包。嗯，所以洪师傅会介绍观众朋友一系列的经济大作战的菜色哦。今天来介绍的是炒三色豆子，我们来看一下食材有哪些。好，这里冷冻的哈，这里青豆，还有玉米丁，还有那个红萝卜丁，芹菜末，简单安尼。对啊，安尼有简单不？真的非常简单。我哩俗，够好吃。因观众朋友大概会记哈，在这风太过了，这个当中哦，所有这个蔬菜。加只水果吼，拢叫拍落去啊！系啊，但当然啊，无拍着无落去啊，都会较贵啊。这是对，没有办法，正常的嘛。哦，对。那么呢，咱来会记的，为什么变安尼，让咱的荷包会较袂安尼大失色啊？啊，佮食了营养佮健康。第一，可要食冷冻食品的，哦，冷冻的这个即真空包的，也是用罐头的这个来佮取代安尼吼，那自然来。这个钱都会减少开销去安尼啦。嗯，而且现在的、哦、其实他们现在技术都有进步哦，一些冷冻的食品以及罐头的食品哦，其实也是蛮原味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没有添加什么人工色素啊，是什么防腐剂 啊，都没有，比较没有了。因为这么吹到这个，咱这里做这个科技的发达哈、哦，嗯，大部分啊冷冻食品拢无防腐剂哈，啊、嗯、罐头后面嘛是同款的，伊有弄。抽加这真空抽起来了嘛，吼，所以观众朋友，咱食也真安心无要紧，吼。那这这里当中，有咱一个概念，就是讲根茎类使多用一挂啦，吼、嗯，根茎类啦，吼、嗯。那叶菜类当然是会较贵，嗯，而且较贵是咱都无要紧，动动头脑都好啊。大家我们两个一起来脑筋来激动，跟咱观众朋友一起来脑筋激动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耶。我这菜我处理好了，好，那即马就来开始来轮到鼎，足紧的。这个真紧就好安尼吼。好的。即摆同款啦，嘛是爱考量到色香味，所以红的、黄的、红青的，同款通通都有。三色豆。咱只能只想开上烧的，但是这个营养养分拢无必要流失。都有吃到健康的。对，都不要流失掉了哈、哦。好的。好来，我看一下去哈，看刷油嘞哈，安尼。好，这个烧啊，好，加一个哈，好，同款。这条蕊爆香蕊哈，爆香的青菜。好，过再来哈，过来这里，再加两种蕊哈。玉米、青豆、青红椒哦，萝卜、哦。这里咱嘛是刚刚那些都爱买些调味的去哈。嗯。好，这里白酱油哈，
那这个这绘本的较咸素无要紧吼，较咸素无，因为绘本的嘛吼，下饭的下饭菜嘛吼，好，啊个火烧锅，大家体味一下安尼吼，安尼 OK， 好，今晚小拍一下吼，好滋味一下。那么观众朋友呢，这个炒好起来了吼，要用龙须带嘛，还是用起司块压的做鸡烤也可以嘛，鸡烤也是可以吼，那个叫卤肉丝压的那个鸡烤也可以，都会使吼，好安尼。好，你味道出来了，黑皮龙倒出来了哈。好，这样呢哈。好，过来，我今嘛，我一点点的那个，勾一点芡哈，加点，卖少的，因为在上山啊哈。好，安尼哈。好，安尼差不多了哈。安尼安得好哈。所以，咱的帮咱的观众朋友找个座位来，这条是挑钱啦哈。对。像人家说台风天啊，完了，没有新鲜的蔬菜可以买了，菜市场没有开啊，怎么办？吃泡面啊，今晚不用吃泡面，在家也可以做出这种很健康的蔬果的菜哦。安尼，有好做无？一盘菜免超过五十块啦，嘿。对啊，免超过五十块。真的是经济又实惠，像这样子哦，就像刚洪师傅讲说，你也当有较咸的，因为较好配饭。较下饭了呢吼，如果讲我要加一个素火腿落去嘛会使吼，还是要加一挂这个马蹄切丁类吼，还是豆仔切丁类都可以，对，无一定的啦嘿，还是讲阳芹切丁同款的，味道嘛是有提味出来啊。对，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在没有新鲜蔬果的情形之下呢，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急速冷冻的蔬果，对，来代替它。对，啊，而且佫营养佫健康。对，好过吃泡面，我讲真的。啊，当然了，靠贵啊，贵啊咯。对啊，又有营养。对。对，经济又实惠，白饭也不用出去买，家里面就会有饭。对，真的。所以接下来。洪师傅都会做很多一系列的这种经济大作战，我们把它取名字为经济大作战哈，就是教观众朋友如何在这个环境什么都很贵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花一点点小钱，然后还要吃得很营养很健康，对，帮观众朋友的生个荷包哈。对，好的，请洪师傅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些话吧。好，观众朋友哈，在这里非常的时机当中，大家要记得要用素食做环保，身体更健康。再来后面我们一系列这个做经济大作战的菜式，后面都一系列在现在不要转台哦。是的，请观众朋友要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哦，因为洪师傅真的很用心帮我们介绍了一系列这样经济又实惠的菜色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就上菜咯。我从事护理工作，都在照顾病人。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我都是用这个超神奇黄金七肝宝照顾他的健康。长庚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蘑菇、冬虫夏草、牛樟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。补肾冬虫夏草菌丝体，长庚生技技术提供，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，五行保健之根本。色彩不好吃，无皮薄。我洪师傅为您介绍这款有六十几年的历史，台湾的老牌子。鬼女神精卫原理，纯天然的甘甜好豆油。现代人的新未来，山竹果汁。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类蔬果之最，可加强身体抵抗力。山竹果汁，喝出健康，喝出未来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，世界独一无二的好茶城，特等好茶通通有，北埔、峨眉、阿里山，还有洞顶、文山、合欢山，十大好茶说不完，特等茶农来报告，保证产地、品质和信用，让您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三五好友来品鉴，千坪停车等您来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。法华园餐厅菜色丰富，给您多国口味精致健康素食。国际素食教父洪盈龙为您精致调理宴席外汇烹调教学，欢迎来电洽询。
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，如果家中有长者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，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。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妈喝，因为阿妈喜欢喝。阿妈喝啉无？喝啉。我从事护理工作，都在照顾病人。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我都是用这个超神奇黄金七肝宝照顾他的健康。长庚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蘑菇、冬虫夏草、牛樟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。色彩表吃无撇步，我洪师傅为您介绍这款有68年的历史，台湾的老牌子。鬼女神精卫原理，纯天然的甘甜好豆油。欢迎收看《吃喝玩乐》，今天又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来玩水上活动哦。哇，小朋友跟镜头 say hi。今天我们要来比赛的游戏，环环相抱。对，我们要选了6组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准备他们的比赛哦。还有一笔奖品要送出去的啦！对，我们奖品非常丰富的，可以在这边用餐，可以在这边入场券。等等再告诉你要送什么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来比赛喽。好，第几组？第一组。好。好的，下水喽。下。下。哇！第一组成功。2分。好的，来第二组。来第二组一遍。好的，下次要坚持哦。好，你们第几组？第二组。预备，开始。哇，掉了一个，只有1分。好的，来，我们的第三组。好，你们第几组？第三组。好，下，拜拜。哇！好的，奖就2分了。好，第四组。第四组，请就位。好，要坐好哦。第几组？第四组。好，谢。哇，成功！平衡，平衡。好的，奖就2分。来，第五组。第五组。哇，我好想也下去玩。真的还蛮好玩的。对，等一下我们两个一起下，好不好？要抓紧啊，要抓紧啊！好了没？告诉大家，你们第几组？第五组。好。Go！Go！ 哇！前进勿没，准备好了吗？第二组。好。游戏规则呢，就是每一组呢就可以5次，那5次呢，如果两个人都没下水就2分，如果一个人下水就是1分。好，刚刚他们成功了哦。来，第二次会不会再成功啊？第几组啊？第一组。好。第一组。下。哦。越来越好了。没错。好。你们第几组啊？第二组。好，哥，坐好哦。小心啊，不要再掉下去了。好。哇！好，第三组来。你们第几组？第三组。好，出发。哇，好稳。掉就2分了。来来来，你们要抓好哦，下去的时候要闭气哦，好不好？你们第几组哦？第二组。好。第二组，走。抓紧哦，闭气哦。哦哦，真是，我觉得你们都太紧张了，不要那么紧张，保持好平衡感啊。好，你们第几组啊？第二组。声音很雄厚，来第六组，走！
成功啊？有，他们成功两次，成功一次了。啊，两次了。哇，成功两次了，这是要第三次咯。要抓紧哦。来，第几组？第一组。好。第一组。哎，越来越稳哦！来，第二次，厉害啊！刚刚有没有失败啊？有哈，好。来，美女要坐前面吗？好，美女坐后面来。再加油啊、哦！平衡感要注意哈。好，来，要坐好哦。第几组？第二组。第二组 ，Go。惨了！孩子，第三组，第三组，你们成功几次啊？哇，你们恐怖浪哦，来，再继续加油，不到最后一次，永远不要想放弃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第几组？好，来第几组？第三组。好的，第三组 ，Go。哇！对，他们三次都全部成功哎，真的哈，很厉害。好，好的，来，大家加油。接下来这一组，你们成功几次了？成功一次了，好，加油。来，第三次再来成功，好不好？抓好哦，妹妹，抓好。第几组？第三组。好，等一下，第三组，第四组。第三组。好的，第四组 ，Go。好 ，Go。啊，他们会成功。哇呀，有，你要看到他姐姐哦，要保持平衡感呐。你们成功几次啊？很重要，所以呢，你们两个人一直要有默契，培养好感情，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。这就是同心协力，知道吗？对，你们第几组？第二组。成功几次了？哇，加油！加油！看第三次可不可以？哇，第六次来了！哇，三次，哇，成功！好，那要换算成绩了耶！真的哈、哦？哎，好，我们现在要来 PK 了，因为你们三组的分数是相同的，我们要来 PK 一二三名了，谢其他小朋友，谢谢。舞动使您舞动健康，哈哈哈！切切切切切！好了，我们又到我们的运动时间了，找我们的高老师，高老师有请。Hello, 两位，嗨。高老师今天要帮我们做什么样的运动呢？今天运动都做一些比较激励性的哈，今天我们做一些伸展喽，一样坐在地板上。需要，哎。这样才不会让我们有觉得像女生最在意的什么腿啊、大腿肌啊，好好，将你的右脚往前。从后脚跟弓，不要从脚趾头。等一下抽筋，不要找我哈。将你的面朝你的右脚，好，肚子一样贴大腿。将你的右手放在后脚跟，我需要后脚跟的地方。注意了，膝盖先打直，往地板下伸直。伸直同时哦，如果你碰不到手，碰不到后脚跟没关系，放在小腿的地方哈，或脚踝、膝盖。好，眼睛看前方，吸气。背挺直了没？检查自己肚子收了没？当你吐气的时候，肚子先贴大腿，到胸口，到下巴，慢慢左手吐气一下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右大腿后侧很酸很紧哦。忍耐一下下，膝盖打直，眼睛看前方，吸气，背挺直，吐气，肚子位胸口下巴。忍耐一下哦，这对大腿后展。后面的伸展延伸很有效果的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眼睛看前方，吸气，吐气回。好，直接换左脚了，加油加油！啊，如果手碰不到没关系哈，请你拿条毛巾也可以，好，膝盖打直就可以了哈。好，肚子先贴大腿，加油，膝盖往下压再多一点。好，看前方，吸，吐气，再下。膝
细细看前方，慢慢的回。好，动一动。我感觉大腿后侧很酸很紧，忍过一下下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高老师。这个运动呢是我的最弱的弱项，因为我的骨头很硬。好，那我们的对本节目任何的资讯想了解的话，记得我们的咨询专线，还有我们准备的五张票，要请你来过来看我的场地哦。好，今晚我们到厕所来给联盟老师的功夫厨房 Go。行。联盟老师的功夫厨房。哎，大家好。嗯，可以。是的。嘴巴还有东西，因为在吃这个雷蒙老师带来一个很奇特的水果。先来介绍今天要介绍的果汁，叫做废物利用。看一下食材有哪些：山药、野枣、梅子，还有我们的养乐多山竹果汁。好的，我们要特别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野枣吧。这个野枣呢，其实是阿拉伯的一个那个枣子，然后它对男性还不赖，射护腺的加强。好，我知道讲到男性就是跟射护腺有关系。那其实当为什么要说废物利用这个果子呢？其实我们红叔前阵子有点微恙，身体有点微恙嘛。那我有去看他了以后，其实他是就是肺有一点小问题。对，那我去看完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设计了这一道果汁给帮助我们的肺部的一些增强功能。其实那天哈，我去了解了一下洪师傅啊，其实他因为出国，他太累了，那可能有稍微的感冒，那感冒引起的肺炎，这就是细菌引起的，没错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节目当中都会介绍一些什么消除疲劳的啦的东西，那是就保护肝脏啊，因为现在人真的是太累了。对，那洪师傅真的太累了，他真的是哇，他工作超级的忙，然后这野枣啊，八颗左右就好了。八颗。但是观众朋友要去哪里买呢？哦，野枣现在很多了，野枣现在很多，现在很多。那个超级商店就有，对，超市就有了。好，我们把话梅放进去的，契合的，就是多多。差不多两瓶的量哈，两瓶的量。好，啊，这个是山竹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也再加200cc 的水。来，到我这边。好，盖子把它盖起来。它吹了。其实这个果汁哈，就是清肺健脾，对不对？脾脏，心肝脾肺肾，脾脏也是我们五腑之一啊，所以要注重它的保养啊。对，这个果汁呢喝了以后呢，对肺的那个润肺啊有一定的效果。对，那所以呢，对平时你不想去看医生，你就要喝一些保护我们的心肝脾肺的一些饮料。其实我洪师傅啊，其实就是一直劳动，他没有时间运动，是不是很容易？不过也很厉害啦，他那样的年纪，体力比我还要好哎。对啊，因为他的工作量真的是很吓人。对。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果汁的，因为我把野枣跟那个话梅啊放在一起，一个是台湾的。一个是阿拉伯的，你现在有点像用混血的感觉。对，哎，你先喝一口看看，看阿拉伯跟那个台湾能蹦出什么火花。我很少看到王姐这么 happy 的那个喝完这 happy 的。过来。哦，好饿。哎，那这意思是阿拉伯跟台湾呢，可以蹦出很多火花出来就对了。意思说我可以找个阿拉伯男朋友。哎，真的很好喝。真的吗？因为它有点酸酸啊，然后微甜的感觉。好啦，我们喝的已经时间到了，赶快啦。喝得太开心了。好的，好，谢谢那个雷蒙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废物利用果汁，干杯。
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，如果家中有长者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，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。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妈喝，因为阿妈喜欢喝。阿妈好啉不？好啉。补肾冬虫夏草菌丝体，长庚生技技术提供，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，五行保健之根本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，世界独一无二的好茶城，特等好茶通通有，北埔、峨眉、阿里山，还有洞顶、文山、合欢山，十大好茶说不完，特等茶农来报告，保证产地、品质和信用，让您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三五好友来品鉴，千坪停车等您来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。我从事护理工作，都在照顾病人。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我都是用这个超神奇黄金七肝宝照顾他的健康。长庚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蘑菇、冬虫夏草、牛樟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。这彩票我家无撇步，我洪师傅为您介绍这款有60几年的历史，台湾的老牌子。鬼女神精卫原理，纯天然的甘甜好豆油。现代人的新未来，山竹果汁。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类蔬果之最，可加强身体抵抗力。山竹果汁，喝出健康，喝出未来。把华园餐厅菜色丰富，给您多国口味精致健康素食。国际素食教父洪盈龙为您精致调理宴席外汇烹调教学，欢迎来电洽询。这彩票我家无撇步，我洪师傅为您介绍这款有60几年的历史，台湾的老牌子。鬼女神精卫原理，纯天然的甘甜好豆油。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，如果家中有长者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，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。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妈喝，因为阿妈喜欢喝。阿妈好啉不？好啉。入山无处不飞翠，碧螺春香百里醉。啊，今天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三峡有名的碧螺春。在我喝的同时呢，请我们蔡副总来介绍一下。三峡碧螺春就是望文生义，它就是生长在三峡，而且只有三峡才有。那一般好的茶一般都是从所谓的河口沿路上来聚集水汽的地方，所以大概三峡是从源头就从大汉溪、从淡水河这样沿路进来。那进来以后第一个会蓄积 的水汽就是在三峡。那三峡因为它是属于中低海拔，那中低海拔所以它的光线各方面很不错，所以它适合生长一种茶树叫做黄甘种。那黄甘种在目前整个台湾的茶区里边大概几乎是绝种了，那只有三峡这个地方还有。那它的茶树的特色呢，就是说它叶片很宽，但是它非常薄，它的颜色茶叶的颜色就跟这个一样淡淡的，有点接近黄色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比赛茶这一个茶罐这个颜色一样，非常淡的，所以会有这个碧螺春的原因是在这里。那它这个茶叶所做出来的这个绿茶是特别的好。那为什么这个好呢？就是说它的制茶的过程也不一样，也就是一样。像我们一般的绿茶大概三峡的绿茶大概有龙井茶跟碧螺春。那它这个制程里边碧螺春是最不一样的，是因为它叶片很薄。那它在是完全不发酵，比如说太阳晒养完以后就马上制作。那我们在如果有炒菜的话，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快炒最新鲜，是或者是说我们用蒜的青菜用蒜的最新鲜，用蒜的都销日本去了，因为日本他喜欢用蒜的，所以他用蒸汽去杀青。那这个不一样，因为它叶片很薄，所以它可以容许你快速的杀青，所以它用高温迅速的把它杀青，所以看起来为什么这么清脆翠绿。对啊，然后颜色真漂亮。对，所以它保留的原本的味道，所以它是吃原味的，也是因为它迅速杀青，所以它能维持它茶叶里面最好的成分。像我们在常常喝乌龙茶的就觉得这个颜色淡一定没味啦，
但是刚才呀，黑丁蕊哦，做胖的呢，想象不到，总会还怕它太淡，结果不会哦，味道非常的香浓哦。而且早期我知道碧螺春是什么洞庭湖哦，然后他们说什么摘茶的姑娘啊，就把它摘起来，然后就放在这里面，所以它会有什么乳香味，这是早期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三峡的碧螺春是比较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对、哦。那这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哈、哦？副总，包括泡茶的主持人，观众大家好。那我们要请这个张小姐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，这个泡这个碧螺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？它的温度是要80至85度C 啊、哦，然后它的茶叶是一泡可以泡4至6泡啊、哦，然后它的茶色外观是新鲜碧绿，茶汤。是，也是很清澈啊。我林家雄，我跟你来啊。啊呵，那我知道说啊，这个可以热泡之外呢，还可以冷泡。那冷泡的方式呢，有没有什么特别？冷泡方式就是冷开水浸泡2小时至4小时，那冰泡就是6小时至8小时。那茶叶就是直接放进里面就可以泡了。啊、哦，好方便哦，而且冰泡还有冰泡，对，那早上那一泡500cc 喝下去，可以保健身体很好，对，就可以养颜美容，养颜美容，而且呢，促进新陈代谢都很好，对不 对, 对？要空腹喝更好嘛，像有尿酸的都可以改善这个状况啊。所以这个碧螺春它真的是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它这个三峡它的整个的制茶体系啊，跟全国都完全不同。我们刚才讲就是说碧螺春、啊、它迅速的杀青才会觉得很清脆，所以它这个的设备啊是不同的。所以三峡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生产体系型、啊、是种茶树的人跟生产的跟加工的人是分工的，所以原则上整个大三峡地区大概真正在制作的、啊、大概就是大茶厂就只有3到5个，那其他就比较小了。那这个三到五个这个里面都是最顶尖的，像那个天方啊，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茶行哦，因为它要迅速的能够有效的去杀青，不是一般的设备是没有办法的。那像它，三峡为确保这样的一个制茶技术，所以它几乎大概每隔它2-3年就举办一个技术的比赛。那黄先生就是连年得技术上的比赛的特等，又是很多特等奖，制茶技术的特等，技术特等啊、哦、哈，技术特等的第一名，真的是这个没有。没有得头奖的哈，我们那个蔡副总不会介绍给我们的啦。然后茶品的比赛，这差不多5-6年也几乎都是他得特等奖。好，就是说不管是从技术或是茶品，好，大概是他们是一个维持这样的生态，所以他能够维持很好的品质，不管从训练从比赛，好这样子的过程。这也是没有错啦，因为像我们这一系列一直在介绍这个台湾第一好茶哈，真的都是这个地方呢，就一直在帮我们把关把守这个品质保证。像很多不懂茶叶的人来到这边，放心，你不去买到黑心茶。好，我们真的完全替你把关的。好，谢谢我们张小姐今天泡这么好喝的茶给我们，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今天的介绍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欢迎拨打我们咨询专线。泡康大小伙，台湾第一好茶每周六都有举办品茶活动哦，集全台湾快捷好茶的地方，等你来找茶。这彩票家无撇步，我洪师为您介绍这款有60几年的历史。台湾的老牌子，鬼女神精卫原理，纯天然的甘甜好豆油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，世界独一无二的好茶城，特等好茶通通有，北埔、峨眉、阿里山，还有洞顶、文山、合欢山，十大好茶说不完，特等茶农来报告，保证产地、品质和信用，让您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35好友来品鉴，千坪停车等您来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。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，如果家中有长者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，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。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妈喝，因为阿妈喜欢喝。阿妈喝啉不？喝啉。我从事护理工作，都在照顾病人。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我都是用这个超神奇黄金七肝宝照顾他的健康。
长庚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蘑菇、冬虫夏草、牛樟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。现代人的新未来，山竹果汁。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类蔬果之最，可加强身体抵抗力。山竹果汁，喝出健康，喝出未来。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，如果家中有长者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，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。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妈喝，因为阿妈喜欢喝。阿妈喝啉无？喝啉。补肾冬虫夏草菌丝体，长庚生技技术提供，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，五行保健之根本。法华园餐厅菜色丰富，给您多国口味精致健康素食。国际素食教父洪盈龙为您精致调理宴席外汇烹调教学，欢迎来电洽询。我从事护理工作，都在照顾病人。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我都是用这个超神奇黄金七肝宝照顾他的健康。长庚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蘑菇、冬虫夏草、牛樟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。欢迎回到实在爱健康。今嘛吼，食水果都会当健康。没错，吃山竹，而且是吃它的壳哎。我之前都没有办法想象，因为山竹壳，我第一次印象、吃到的时候，沾到嘴还会苦苦。很涩，非常涩。很涩、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嘴唇都要破掉了。但是生物科技真好，你看我每次都讲生物科技好，他都以为说你开生物科技，不是，不需要我，我需要很多人的努力。把生物科技这样一个好东西呢，哎，把果肉果壳。一起让你喝，一起萃取，对、让大家吸收到它最好的精华。山竹的抗自由基是17000倍，是抗自由基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自由基哈，其实自由基我先让各位观众知道什么叫自由基。自由基它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它其实是一种不成对的电子对。那如果自由基过多，其实科学家一直在探讨说人为什么会生病，对，就发现说原来是自由基的问题。真的吗？那自由基过多，它会去抢你正常细胞，让你细胞造成老化，并且产生疾病，是，所以人就会衰老。对对，没错、那我这里有举几个哈、跟自由基有关的疾病，是我这里念一下。好，第一个衰老，衰老；第二个肿瘤，有皮肤病，是心脏病，甚至糖尿病、白内障，还有消化道的溃疡，都是肝硬化、肾病。免疫力降低都是很可怕的病，其实都跟自由基有关。其实你这些病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生的病吗？尤其讲到了免疫力，我们常都在什么免疫力、免疫力、抗免疫力，但是现在免疫力最好的先抗自由基，把不好的东西抵抗掉。对，因为自由基如果过多，其实像我们为什么现在一般人会生病，第一个就是我们食品的添加剂太多，农药残留，甚至你压力过大，或者是你生病去做化疗，这个都会产生身体自由基过多，这个都会造成身体加速老化还有疾病。那如果自由基这么的可怕，它会让我们的病更严重，让我们老化的情况之下，那山竹它确实有研究对这个抗自由基有很好的效果吗？对，因为山竹刚刚讲的养杂葱的成分，第一个抗氧化力很强，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衍生物，它对很多种疾病都有效果。那我这里我有做一个总表，好认真、好认真的，每一个都有表，而且他怕他说口说无凭，我做了一个表让你看，一目了然。没错 ，OK。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是有经过美国医学网站上面证实，它对我们身体有效果的一些症状，而且还有见证者的实际在吃了之后的一个效果分析。是，没错、我们可以看这几个大类哦。第一个肠胃问题，像你消化性的溃疡啦、腹泻啦，或者是像心脏。以及血管的问题，胆固醇过高、三酸甘油酯过高、心率不整、还有糖尿病，还有分一二型的都在里面。对，对、那还有我们的肌肉酸痛，等于它你身体发炎还有疼痛的症状，喝山竹都非常有效。山竹果真的太伟大了。那还有像泌尿系统的问题，肾固腺跟你有关。对对。还有像口腔问题，像有些口臭啦、口苦啦、或者还有一些嘴破啦，女性问题也有，像更年期、子宫颈，你太不够意思，你现在还让我知道，不然我就不要动刀了。因为我之前因为这个子宫的问题动刀、你知道吗？这一动刀3年5年都恢复不了元气，到现在还要再补充当中。那变成说现在要
靠山竹果汁来做加减。谢谢大人，来修复一下，对不对？待会来喝一下，喝一下。对，其他的还有这么多的疾病，太多了，这些贫血、中风，嗯，还有像癌症的部分，连躁郁、忧郁都有帮助，都有效。帕金森氏症也可以，帕金森氏症都非常有效。这是在医学临床中做的，是，而且是真的见证者使用真的有效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位美丽的见证朋友来到了现场。哦，这个见证者听说效果非常好，那我们让他来说说看，好不好？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请问贵姓？我姓黄。黄小姐，我现在看你也没有化妆，气色比我们化了妆还要好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之前是什么样的问题困扰你？嗯，就是我每个月已经有那个金钱症候群呀，很多年了，每次一个礼拜左右就头痛，偏头痛非常厉害，是，那几乎像有像感冒症状，但是吃止痛药看医生都不会好。哇，这就是所谓妇女病，对不对？金钱症候群是没有药医，女生可能大家都知道，女生都知道，尤其我也是有金钱症候群，那个痛起来哦，家里的人看到你跟仇人，我看到家人也像仇人，哦，你会躁郁，对不对？会躁郁，情绪会波动很大。所以你也有这种现象？对。那后来你怎么会接触到我们的山竹呢？嗯，我有位朋友，因为他有异位性皮肤炎，非常严重。是，他有异位性皮肤炎。对，那我看他吃的已经都好了，那我说那我就来试试看。哦，他就是又喝山竹果汁好了。对。哦，异位性皮肤炎很难治哎。对呀，啊，他到处看医生看不好。是，你喝山竹果汁好了。对，那我就去买来喝。所以你也想说看能不能调整体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刚开始喝没感觉，那第一个月喝，喝了哎，感觉偏头痛不会那么严重了。第一个月，就有改善。对，哎呦不错哦。那接下来呢？对，到第二个月以后，就完全就没有那种症状出现了。所以那，所以你现在已经是每个月都可以健健康康。对啊，好像就是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，觉得很高兴。你有没有觉得女人没有金钱症候群，男人比较爱我？因为女人有了金钱症候群，比较遭遇，因为情绪不稳定，男人看了你会怕，干脆就躲着你。所以现在的症状都好了，都好了，完全没有了。哦，我没有想到山竹果汁对金钱症候群这么有帮助。其实应该是说它里面的成分去抵抗我们那些不好的自由基，自由基是没错，没错。耶，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以目前来讲，现在山竹这个山竹壳的萃取是由果肉加上果壳吗？对，果肉加果壳去做。为什么要果肉加果壳呢？因为第一个，我们平常如果吃果肉的部分，它会吃太多，你可能会身体虚弱，因为它是属于大寒的。哦，太凉了。太凉了。对，因为你吃榴莲就要去配山竹，因为榴莲是热的。那如果说你将山竹整个全果去做，就是连壳跟里面的果肉去做的话呢，它的寒性就会减低，就不会有。对。OK， 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生物科技的进步是把山竹的果肉加上山竹壳，就是那种泰国阿嬷的秘方，好不好？你哪些五花烧煮煮诶，水淋淋呢，你就可以退烧，不用再吃退烧药。但是如果皮肤溃烂，抹一抹，煮一煮，抹一抹还会好。是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像我这里哈，我有另外再准备一个，这个是在美国是医学网站，他们各国所发表的所有期刊的资料，对山竹的研究。那我昨天来之前呢，我上网去找了一下，现在目前已经累积到1700多篇，就是各国针对山竹的成分去做分析。难怪还可以出书，有没有？难怪出书。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今天看到这一集的节目，山竹很好吃，但是重要的成分里面要加上山竹的果壳、果肉加一起，那个不只是好吃的问题，还可以治病，还可以帮我们保养，保养让我们健康。啊，但最重要一点，到底喝起来口感怎么样？还有要怎么样来挑选？这也是一个大学问。哟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喝了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今天带了非常多的。真的吗？观众朋友，我们进一段广告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跟您口感分享。我从事护理工作25年，如果家中有长者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植物奶，而且全家都可以喝哦。我每天泡这个植物奶给阿妈喝，因为阿妈喜欢喝。阿妈喝啉不？喝啉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，世界独一无二的好茶城，特等好茶通通有，北埔、峨眉、阿里山，还有洞顶、文山、合欢山，十大好茶说不完。特等茶农来报告，保证产地、品质和信用，让您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三五好友来品鉴，千坪停车等您来。
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。我从事护理工作，都在照顾病人。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我都是用这个超神奇黄金七肝宝照顾他的健康。长庚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蘑菇、冬虫夏草、牛樟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。补肾冬虫夏草菌丝体，长庚生技技术提供，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，五行保健之根本。现代人的新未来，山竹果汁。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类蔬果之最，可加强身体抵抗力。山竹果汁，喝出健康，喝出未来。法华园餐厅菜色丰富，给您多国口味精致健康素食。国际素食教父洪盈龙为您精致调理宴席外汇烹调教学，欢迎来电洽询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，世界独一无二的好茶城，特等好茶通通有，北埔、峨眉、阿里山，还有洞顶、文山、合欢山，十大好茶说不完，特等茶农来报告，保证产地、品质和信用，让您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三五好友来品鉴，千坪停车等您来。欢迎来到台湾第一好茶城。补肾冬虫夏草菌丝体，长庚生技技术提供，活性成分皆高于天然虫草，五行保健之根本。我从事护理工作，都在照顾病人。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喝酒应酬，我都是用这个超神奇黄金七肝宝照顾他的健康。长庚生物科技提供的巴西蘑菇、冬虫夏草、牛樟汁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哦。这材料吃无撇步，我洪师傅为您介绍这款有六十几年的历史，台湾的老牌子，鬼女神精卫原理，纯天然的甘甜好豆油。欢迎回到实在爱健康。现在我们手中拿的，哎，不是什么香槟啊，不是什么酒的饮品，也不是红茶，对，是山竹果汁。嗯，而且因为现在夏天嘛，加冰块，好好喝、哦，好冰凉的感觉。来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健康开始。嗯，哎，可是有个重点哦，就是说，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，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那当然我基本上我也要不老啦，我也要健健康康，我每天要吃多少的量？其实对我们健康正常人要做保健的效果，你一次30cc 就可以。一天吃几次？喝几次？一次，一天的话早晚两次就够了。你干嘛呀？趁你在访问的时候赶快喝一下。口感怎么样？讲一下。好好喝哦。因为我们有吃过山竹嘛。对。对不对？可是跟山竹的肉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是，没错，因为它里面酸酸甜甜的。嗯，酸稍微酸多一点点。好正哦。嗯。而且你喝的时候，你譬如说你的口腔里面有，对，有破洞啊，你可以含一下山竹汁，然后在伤口那个地方哦抿一下，刚开始会，对，抿一下，可能刚开始会有一点痛，刺刺的，但是隔天你就会觉得很舒服，隔天就很舒服了。那像有人就是像皮肤啦、嗯、或者他有青春痘啦，或者有受伤的话，你可以喝完剩下一点渣渣你抹在皮肤上面。它什么？它可以帮助，还可以涂青春，这是阿嬷的配方啦。对，又喝又擦。阿内旺干，可是每天就30cc。30cc 一次。对，但是等于说，其实这一个是天然的饮品。嗯。等于说你觉得说你的症状可以再加强，可以再喝更多，其实也都没有问题。喝多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会造成负担。对，不会。哦，就当做果汁来喝也可以。那我可不可以额外问一个帮观众朋友你问的问题？有没有什么人不能吃啊？我们一般来，因为这一个是属于第一个，如果你对山竹本身有过敏啊，哦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你对水果过敏的话，你当然不能吃。那对，那一般人的话，喝这个都没有问题，基本上都可以。那因为我在想，就是说养生，我们都会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嗯哼，对，老人家吃，因为山竹是比较寒的嘛，所以老人家吃 OK 吗？对，会不会？我们一般来讲哦，山竹果肉吃的话，它是吃太多太寒，太寒。但是如果你用全果去做的话，它的寒性就会消失了。所以爸爸妈妈都可以喝，对，没问题。而且可以让肠胃道的机能变好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山竹壳部分它是比较涩，嗯，
所以现在一般市面上它所做成的饮品都是做成一个复方的饮品。嗯，等于说除了山竹壳、山竹全果部分，它另外再添加其他水果去做调配，所以它可以将它的涩度给它降低。嗯，但是我们这个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一样也是做复方的饮品，也做复方，对，怎么选啊？对，怎么选啊？这么市面上那么多，外面有很多的什么山竹果汁，要怎么来挑选？这点要请您告诉我们观众朋友。我们要挑一罐真正对身体有帮助，然后确实好的饮品，我大概分几个部分来谈。第一个，我们不要有添加物跟防腐剂，防腐剂，嗯，这个是最重要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因为防腐剂它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，代谢的负担，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加这种东西，不要添加物。第二个，我们去选羊杂葱酮含量高的东西。那我们怎么去做挑选？它标示会出来吗？怎么看得出来呢？我们即使刚刚我们讲羊杂葱酮部分就是山竹壳，它是会沉淀，嗯，所以等于说你沉淀越多的话，代表你羊杂葱酮成分越多。所以那个沉淀物不是东西坏掉哦，不是不是。刚刚我们在要开来喝的时候，就看到哎，食用前一定要摇一摇，因为它有沉淀物。我心想，沉淀物是不是拿坏的给我们喝？也不一定要，说明它添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但是现在我们要告诉你，因为它是所谓有山竹壳，所以它会有沉淀物。沉淀物越多，精华都在里面。所以沉淀物越多，表示越好。没错，其实我们现在放一放就有看到。一些这种沉淀物，应该这个就是山竹壳的那些萃取物。那第三点就是说，它如果里面，因为刚刚提到山竹壳比较涩，所以变成说现在市面上的饮品都是加复方的一些配方在里面。那变成说我们可以看除了山竹之外，我们去看其他的复方的一些水果的成分，是对抗氧化的。加哪些会比较好？像我们刚刚提到，像石榴啦，像新都樱桃啦，甚至像一些抗氧化力高的，都可以加在里头。对，也就是说，把抗氧化之最结合在一瓶里面，叫做山竹果汁里面，你会发现到，你会容易更青春、更美丽，甚至你会更漂亮。当然，最重要你更健康。哎呦，每天一杯哦。30cc 就好了。如果像你一杯就够，我需要保养更多一点点，因为我有那个子宫的问题嘛，可以早晚再来一下，对，再来一下，其实会更好。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，健康可以干杯，干杯可以干杯。今天非常谢谢周先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讯息，也希望观众朋友要抗氧化，我们就要抗自由基，抗自由基选择我们的山竹果汁是最新的一个选择。好棒啊，好棒！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